帮我看一下这题哦。他说这边有个三次方程式，有两复数根呢。那其中题目告诉我说 AB 不等于零，求它的十根是多少？来告诉我哈，这是几次？三次。这十系数方程式，三次有几个根？有三个根，对吧？哈，这时候已经有两个复数根了，对吧？所以说基本上这两复数根一定是呈现什么现象？共轭现象，对吧？所以说什么叫共轭现象？可见这两个前后会一样，在中间会一正几啊？一负。所以说老师可以推得，可见这边前后会一样，所以说这边写出来一定是一加 i， 一正一负，这边一定是一减 i， 所以基本上 a 是一 ，b 是七，负一。好，题目重点不是要求 a、b， 它要求什么？求它的十根。好，老师去假设，这是几次？三次，好不好？三次有几个根？三个根。所以说我去假设三根为多少？一个叫一加 i， 还有叫一减 i， 另外一个叫十根，老师把它叫阿尔法加行径。所以说这里我们直接来用三根之和，把一加 i、一减 i 以及阿尔法行不行？把这三个根相加，加起来是几？负的 a 分之 b， 负的一分之负十七是几？是七。写到这边之后，老师可以知道加 i 减 i 可不可以消掉？可以，所以阿尔法算出来就是几？十五，这样行不行？所以说我知道它十根会是几？十五。OK， 把这边看一下。